神方这里呢有超多辆警车，然后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嗡嗡嗡的声音，是嗡嗡嗡吗？反正就是一个超级恐怖警报声。对，是广播，感觉有点危险。这才是我认识的冲绳啊，天气超好。这家书店就是我在台湾很常去的纯酒堂书店，有够大的啦！什么意思？超级大哦！看看今天早上的这个国际通人热闹很多，今天又是假日哦。来到了超好吃的握便当的店，这超级可爱的罐子。在冲绳会看到这种超多的汉堡啊、Oreo 之类的产品，真的是一大堆耶！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？啊？哦，冲绳特有的，好、哦，哎呀，付钱了。市场本通，然后有一群很炫泡的妹啊。进到一个室内的店了，但是里面的人比较少的感觉。那个电梯超可爱的，差点到大胸。哎呀，赶快，我要升级。他的饮料都做的超级可爱。我们的石先生经历了几天的磨练之后，我叫他去买东西，哎呀，看来这个笑容可能又讲错啦。这家店叫做 Mellow Witch， 它是专门卖棒蛋糕的店，它有非常多不同种口味冲绳推荐的棒蛋糕可以选择，大家来的时候一定要去逛逛。沖縄の天気はいいですね。今日ね、うん。でも雨が降り、うん、降ったりやんだりと。はい、今いつも暑いです。暑い。はい。何度？20。25と26。ああね。太强了吧！台湾小笼汤包，可是弯吼。好啦，日文。哇，台湾的唐扬鸡，台湾牛肉面。哇，我们的国旗。接下来是 Lawson 的炸鸡了，传说中好吃的炸鸡了。因为我是查冰淇淋，然后才查这家店的，直接找到，然后昨天查那么久找不到，走吧。我们决定要来吃这家冰淇淋店。店员小姐姐在帮我们用我们的冰淇淋了。哇，当了一个观光客，然后这。超级漂亮的，哇，我们现在到一个很偏僻的食堂，可是听说日本人超推。哇，我们是坐在吧台区，我这是外带，这是超级可爱，介绍所有的寿司罐头，你看太可爱了！哇，我是幸运宝宝，它两边都有东西，耶！
买了一杯琉球可乐，到底喝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荧幕有小精灵，但是勉强看一下夜晚的冲绳。